聊到我明天就来不了了。我走到现在只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看不懂，好不好？给我换好不好？打来，干掉他一下，他不要蒙赚钱啊！好怕，要干嘛？你先找一个人代替，来，叫那个，我叫悠悠，悠悠，哎呦，哎呦，去直播一下，我有事找大师，去直播一下。Yeah.
两块才对。一排好吧？那怎样做吗？一排菜。好。找练习生来这边练习生，对，不是啊，就是像议程来安排就好。我们在外面坐一坐，外面的神架如果要下来，就下来你身上。我们试着要接其他的气看看。说就是代价的都没下来，说等等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刚刚工作人在骂，所以就是要把自己身体静一静，把自己放空。接一接其他众神的气，要不然你们怎么知道？为什么要硬的？你去忙，给他们就好了。一个一个把这些东西拿过去，那个你负责，你等一下再那个他们先说。领过来没用。对。你们自己找位置在外面，试着接气。你是说要静坐的，怎么去外面坐，对不对？外面啦。现在这整个气满满的。我在外面坐，你要坐在里面。对啊。各位，你把要加持的东西交代完，你出去，然后这些回来的也请太子用。对。对啊，还有那边的蛋糕后面，蛋糕还有新上来的蛋糕。你拿下一个，这样移过去，然后这样放了。好，对啊，没事，都行。掉了，那个水果不用。蛋糕。对。这样你那个有蛋糕了，对，这样就一起来了。好，这有分明吃的，我记得有，那就总共几只啊？四只，两大两小。我60只，老板送30只，总共90只。你不是有4只，你为什么不一起先给我弄一弄呢？对，那看起来就不像四只啊。90，总共90只，老板。
就是信众找来的，就是一人一支这样。不知道，没有退，不知道给给他收到。你看，我刚看好像就没退，反正等一起拿回来。这一人一个放给信众对吧？这个吗？就是来的就会一人一只。有两只哎。他拿一只就好了，一只红的，一只黑的，就。你就叫司警用，这谁都可以，反正可以用的。等一下，都等一下。不行就叫那个阿雅。这是信众。那个蛋也是每人一颗。蛋没有，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啊，不是每人一颗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拿。两只龟放这，他等一下那个小乌龟那边在那。那个蛋你们等一下就可以分着吃，所以蛋拿过去，那个水果是什么用的？明天要那个献花献果。那就把它移到这张桌子啊，那个中那个蛋移走，把那两只小的放进去。好嘞。我知道了，那个这个第一句弄过了，对不对？啊。这个把它放中间。好，那两只小的就放那个最点那个蛋，你要先拿起来。好嘞。小只的就放左右两三只，不是岂不是好看多了呗？让给我吧。这个等一下就发给大家吃。这个蛋糕一定也大吃过，那就现在看要把它再放在上面摆一下，还是现在就是大家分去切一切吃了呗？分了。那个刘美君，刘美君，等等那个，你要用手，那上面的小兽桃，你都给它喂我，寿命也是那个，那三个糖也是，好了，他那个甜甜的，啊，还有什么？这好多鱼不用吗？然后我再去拿冰箱的。对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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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仰观苍凉，想想孙天良在永天天香，心如亮，天仙君临，苍天有仙，八竿杨香，苍天永天君海，心如亮，天。天雄空空天亮，天天强行强天，天雄亮星，用跟着红星天，海天亮航，红星分明，天天航天，天我天亮，共同星分明天。苍天仰天霸，雄浑用天不念先天，天空天天天空天天天空天，遥观天天用松天文，那个就是这些都是。历年来执杯的前三名的礼物，再回每次帝君这一周再回来。想想的红颜仙，这个也要吗？点啊，你点到就点。这谁管的呢？你就是，然后看起来就是没什么，没不好，它都放在纸盒里啊。天哪，难怪，那好像不能摆出来。它钱都放在纸盒子里。啊，断纸盒。对啊，从来没有拿出来见过光。这家是拿出来的。啊？家里是拿出来放的。你装满会不好。啊，钱信箱盘出来。你要回答的话，信箱盘谁可以接那个？我回来给你。这个，这个，等一下，你好，拿静香的净化吧。有些晦气不是好。呀呀呀！还有一个小的镜像，你都找不到。你看是不是
在那个五宝车上面。没有，阿贤，你给事情去请香，你要顾着小秋。Okay. 因为小秋退了，事情也接不住啊。对。一步连江大王，一个温良贤主。你猜。红红青青点点名啊，啊青年文，用些分阿阳不提，用了不提。红莲青莲花，雅蝶柳，红荷雅香莲，莲香又九莲香青莲，雅了素素，红莲雅香仙。跟他讲，他这只马呢，是我好好的有，应该是说有好好照顾他，他要帮他守钱。你看，里面存了不少钱，只是还不在他身上。其实我是跟就跟你说，你就跟叶志祥说，就是蛮好好的过，可以帮他收很多钱。是还没到口袋的钱，不是把他钱拉进来。这些钱是守着，等于说还没到他手上。他要如果以后做得好，就会慢慢慢慢的给他多，就是谁让他多。好的。这不稳，那就是有几年有了，我就。四年了，就是第一年的，我们开始有领的第一年，每年都回来，每年都回来。下掉我阳关娘，这一年没有不得客气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家要换我哥在干。今天的换哪里？烧，放神明厅的，就是供品的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家没有，我们家比较没有那么大可以摆，所以我就跟那个神明的龛嘛是放在一起，就是下一阶这样。也没在拜了吧？因为我们家我被灭香了。你现在起来了，你要你也自己睡对吗？对。你会不会带小姐回家？不会。不会。我多单身。你改在你房间，放在你房间。你有个工作的地方了吗？有。对不对？把它放在你工作地方的桌上。好 ，OK， 好，是我的龙边还是我坐的位置的龙边，还是我面对的龙边？面对龙边啊，就跟道教龙边是一样。好 ，OK。自然而然，我有不错的那个。我现在已经很不错了，再不错不得了。这给你不错是，你自己就要自己想啊。好，是。我还告诉你。啊。有，觉得舒服多了。好，我看看。不好意思，你快转出来，没有，一直没叫你。这是你呀，我。谢谢太子。
翻五下。好，再来练习一下。应该是，因为他们家也有瓦道。那个妈祖是连真他们家的吗？金妈祖。对。对。对。哎呀。嗯。反正。大家好。啊！来了。其实还有很多他们没回来的。对，我说还有其他的东西。这个目前开始说这个哪里？就等下发 friend 跟这个有吗？哪一个？那个有点过了。来，这个就直接拿去，让它先冰起来了。你这放着都不好。应该没有的。这些香塔刚才都点过了。来，阿雅。如果那个有人可以接你的工作，你也下去做。对，好像可以帮我冰蛋糕吗？谁没有点到？阿布，子欣有空吗？没有空，谢谢他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